执行啊，执行时间45分钟。谢谢啊，大卫主席啊，蔡副议长哈啊，市政府我们陈市长啊，以及副市长、各位局处长啊，还有啊，议员女士先生，以及啊，媒体朋友、市民朋友，大家好。那有关今天啊，本席的市政总质询哈啊，总共也针对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各局处啊，所辖管、所全管的一些行政事务的工作，以及工程的一个推展，要怎么样让我们整个高雄市来提升哈？所以有关总质询所提出的，也希望我们陈市长以及各位局处长，针对我们目前的一些现况问题来做改善，以及来做啊，整个要怎么样来运作，让我们整个高雄市政啊，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感受到啊，我们高雄市陈市长啊的一个在整个团队带动之下，让整个高雄市来做一个提升。啊，即马首先吼，咱来啊来看，咱吼本席即阵的内容针对吼啊，加总共有7大议题吼。那首先吼，就针对我们林园区的啊这一条东林西路249巷的道路拓宽工程哈，这条东林西路249巷位于东林西路是一个啊，咱在之前我们东林西路有拓宽过，那东林西路整个是林园的商业区、商业集中中心以及住宅非常密集哦，还有一个孟俊的一个商场，以及所有啊东林西路那边啊，等于是一些不管是在吃的，还有一些啊我们的商店都集中在东林西路那附近。那这一条249巷的大楼以及住户非常密集啦齁。啊，包括齁现在看到的齁，目前东林西路249巷就在金玉堂啊这一个巷口。那这一条道路的计划，都市计划的宽度是12米啦齁。啊，12米目前齁，这个出口都3米啦。啊，三米吼，三米一排吼，内底才有一个大楼。这栋大楼前面大楼，它在申请建筑的时候，它就退缩到建筑线，所以目前这里是有12米宽。那前面刚开始进去是三米，三米接12米，12米接完来到这个啊，这边有一个公园。那这个公园就是高雄客运的啊，从化区这一个公园哦。那这个公园旁边哦，也变又缩减为3米，因为旁边右边有我们整个啊这个稻田哦，这边是整个稻田，那这边是公园，所以变成这条道路很奇怪。如果全部12米把它拓宽完成，就非常安全。啊，目前这个公园家哦啊，可以说在附近的住户在使用率非常高，所以这个公园每天早上、下午甚至晚上，很多人在那边使用在聚集。那结果为了要去公园运动，在这边发生车祸的很多一大堆哦。因为这一条道路12米的来接3米，那12米要出去东林西路又缩为3米，所以整个这一条道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哦。啊，在这哦，相信在咱陈市长啊，伊也真重视咱高雄市的这个建设哦，本色有感受的吼，尤其你们啊，真侪条道路拢伫单市长的任内来完成。啊，唔过呐，碰到这种瓶颈的吼，瓶颈段的，咱无加完成吼，无加完成造成交通安全以及咱的市民朋友生命的危险，我想单市长也袂应准发生啦。所以伫这条道路吼，那目前咱咧开辟来到公园，搁较怪哦，才有一条。东林西路啊，来249巷来接田厝路77巷，那来个接开吼，这条道路加的完成吼，加大概有100多米啦。啊，这百几米吼，是咪会当吼来尽速伫这段时间来完成？是咪咱请咱陈市长吼来做一个答复一个？啊，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啊，多谢王议员吼。
我想王议员知影，阮一直认为金门地区吼污染上严重，啊，所以讲咱对地方的建设，阮感觉有责任，吼伫这个部分啊对金门特别照顾。啊，我嘛甲林迄个王议员报告，金门地区管区合并较大，投入去公共建设超过差不多32亿以上，32亿。啊，东林西路。哦，这个道路开辟投入去4亿6000多万，4亿6000多万。啊，起码咱迄个王议员是提起讲，啊，这个甲迄个田厝路，这个125项，吼、哦，啊，这个伊所有100几公尺，伊就是要1亿3000多万。我市长啊，咱免开到田厝路125项。咱到头前迄个田厝路75项的，啦吼，我即个我咧了解讲，这一半就会使啊。哦，做一瓶颈段一半嘛，哎，7000几万。嘿，改个瓶颈段解决。我来甲，我会看，我来甲中央看会当请出生活圈的补助无？如果中央会当倒出一寡，安尼市政府马上来做。啊，如果中央这个部分也是讲到伊无法度伫中央咱的生活圈道路的补助。哦啊、这个部分我一定会来评估、哦、我一定会很慎重来评估、哦、我刚才有跟林议员说过、哦、这个部分他、哦、这样几条一亿多、哦啊、现在一半就7000多万、6000多万、6000多万、哦、北段的经费我看我的公务团队给我的资料，不过没关系、哦、如果这个部分、啊、我们尽量来跟中央，是不是中央在这个部分会当给咱倒三工啊？安尼，咱市政府在咱财源有限的情形之下，啊，咱中央甲地方来合作，啊，阮尽量来这个部分来争取。好、哦，多谢。好，谢谢。相信有陈市长遐尼啊亲民爱民，会当来甲这条道路开辟吼，会当予咱临门所有的乡亲朋友啊，伊咧使用伊就了解吼。啊无，目前哦，干那逐工若要来公园的，或者是这大楼要出入的，因拢哦心惊胆跳哦。这点哦啊，会当讲，请咱啊，这个陈市长甲咱干部局啊各局处会当共同来努力吼，会当伫这个看会当今年度或者是明年吼，啊咱来争取经费到位啦吼、哦，感谢吼、哦。啊来第二个就是咱中庄里的自强街吼。哦啊，大家嘛拢了解吼、哦，大寮的中正里吼、哦，啊，这人口数是上界大吼、哦，1万人吼、哦。啊，即目前中正里的即个，不管讲哦，大楼也好，人口也好，或者是住宅，非常的密集吼、哦。啊，伫咱的自强街的部分吼、哦，自强街伊即嘛，自强街伊是吼、哦，到家有一个76项，即、这个76项即目前吼、哦。啊，拄好有积杂，积杂拄好几米，33公尺左右吼，积杂33公尺左右还未打通啦。所以目前吼、哦，咱的都市计划8米道路来到积杂总等于，积杂若甲打通哦，才有和春技术学院的大寮校区啦，哦，和春的校区伫遮，遮的学生啊，遮的住户嘛拢真密集，信义路啊，包括自强街。啊，遮就是大寮上大间的公庙吼、哦，迄、那个啊，咱的朝中宫啊，伫遮啊，所以伫遮吼，即、這个八德路啦，来到遮，即会当讲人口足密集，市长嘛捌去，即个八德路嘛捌去大寮中正里遮看过吼、哦，所以伫遮吼，即、這个所在，即、這个76项，即目前即个打通工程吼、哦，啊，干务局新工处啊，以后估计出来吼，即大概差不多1000万左右啦，1000万。一千万就会当把这个瓶颈来打通，这伫本身伫顶一个会议嘛提出吼，唔过到今嘛拢无来处理吼，是咪会当哦？咱来先把这只这个1000万的这个哦自强街76项来给打通。啊，当然，那陈市长有来应准的话，相信哦，这个干部局加足紧就来完成啦。是咪这点会当请咱陈市长来做一个承诺？无哦，这个救护车。或者是咱的啊清洁队的粪扫车，啊是消防车，便啊入来到遮吼，拢无法度回转出去，免哪出去，搁倒退路出去到巷仔口，真正心惊胆跳。而且这个所在
哦，人口数非常密集，平常时都无地停车，你要安怎叫遐个啊，即个紧急的车辆入来，佮要安怎出去？这真正造成足危险。那即阵的拍通会当哦，互即个所在做一解交通安全，交通来改善，地方的发展，是毋是？即点嘛要请咱陈市长哦，来甲咱协助，是毋是？陈市长会当来答复一下。哎，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啊，多谢王议员吼。林园大寮这两个所在吼，管区合并较大，已经投入差不多132亿元啦，132亿元。啊，当然拄则过去林园大寮地区啊有足济公推啊路，啊有足济道路吼，啊拢是真正啊为着感觉拢开辟，过去拢无啥好势。啊，但是我想即摆当然。市政府在这个部分，我会要求公务单位、交通单位去做真正的评估，哦，因为这个部分你所有钱拢用在土地征收，用事实上的工程费才100几万俩，哦啊，所以讲土地征收，哦，咱即摆足侪道路拢是土地征收，啊，1亿外，差不多1亿以上拢是土地征收，啊，这个部分我希望。交通局跟公务单位，哦，他们去做真正的评估。如果为了消防救灾，哦啊，当然优先考量，哦啊，如果我只是跟，我们会看我们市府的财源，啊，我也来做严肃的评估，哦，当然要做的建设太多，那过去很多太多的没有做，啊，太多都没做，啊，现在我呢追赶不及啦，做个平平喘，大家拢拼个，啊嘛是做不完，吼，哦，啊不断的，当然站在议会的立场要监督，为市民好，我们也都接受，吼，哦，但是我一定要看高雄市政府我们的财政状况，啊，我会尽量，啊尽量我会请交通局，啊跟咱的公务单位，吼，哦，如果为了消防安全的因素，啊当然我会觉得我应该要优先考量，不过像这样的事。在我们过去的高雄县很多地方太多，不过我一定愿意尽我最大的可能努力来做，啊，我来评估，啊，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就优先来考量，哦，谢谢。好，谢谢，哦啊，相信在陈市长，哦啊，这些努力，哦，这条不是很困难，啊哦，这条33米 的打通工程，哦，这的总经费包括啊，征收包括工程，才1000多万。啊，这哪会当来加完成吼？上无上起码啦吼，咱这出入的人口啊，或者是讲直接进出的安全，学生囡仔好，啊是咱的这的居民吼，会当受到保障啦吼。啊，这嘛那感谢咱陈市长吼，啊对这条道路的重视啦吼，啊希望会当吼，伫这个尽速来完成这条道路开辟。啊，本身那会针对哦，啊，干部局的部分哦，继续来加追踪啦吼。来，咱第三个议题，针对咱林门的渔港，哦，林门哦，啊，这个有山有海吼，啊，咱的山就是清水岩，就是为这个凤凰山遐延长落来吼。有山有海，就是这个咱的啊，台湾海峡以及哦，台湾海峡啊，加咱的这个高屏溪出来口。所以伫遮吼，咱中文港吼，中文港这是一个非常吼啊，较早是非常老的这个渔港，因为咱的渔船啊吼啊，渔船啊，迄阵的数量无遐济，所以哦，中文港咧出入哦，较早有咧抓乌鱼，啊是咧抓啊，即个三角虎啊、拖网啊，即个白鸭车出入的吼，哦，即鱼也满载，所以中文哦，迄阵是一个足哦，足尼啊欢迎的这个地方啦吼。啊，即嘛，当然咱的渔业，哦，渔业嘛是小强，渔船啊的这个数量无减少啦吼，有增加，有增加咧。即嘛，咱的渔船啊造成哦，咱的船只无法度停放。较早是遮所有的白鸭车，咱正相片看到的，这是竹筏嘛，这是白鸭车，哦，这白鸭车，咱的白鸭车以前是停伫底，停伫山尾渔港。即嘛山尾渔港的，等下后一张就是山尾渔港哦。就看到山尾鱼港遐个泊地，全部只有看到白鸭车，剩无几只，
迄几只是伫遐咧安怎咧修理用的尔，无法度出去讨海掠伊。哪会当讨海掠伊哦？老早就拢刷来中文港啊，所以变成中文港即马船啊会客家安尼哦，就是现有的渔船，佮加上咱的啊即、這个竹筏，全部拢入来，较会造成线尾中文港哦，诶，即个拥挤不堪哦，非常严重。哦，咱正看到吼、哦，咱的渔船啊，摊拄啊迄张相片哦，即张相片是看到白啊车拢停伫即、這个哦，即、這个靠近中文桥的所在。即张相片看到，咱正看到即栋大楼就是临门虚位，拍袂停伫遐。你看咱的渔船啊，停驾遮都停即两三排啊，停三排啦。啊，遮咧，遮停驾目睭睭啦。渔船啊，有当时啊入港，伊伫遮拍袂停了，伊要入来嘛无位啊。只好就停伫拍袂停的头前啊！啊，你安尼造成啥？后壁若阁有船只要即摆拍袂停，大家都要休息嘛！啊，这真正造成非常的困扰，而且针对这渔船的停靠吼，是造成渔民朋友吼的一个足大的、一个困扰的问题。包括吼、哦，若风台应较大吼，大家逐只渔船啊要即摆避吼，咱临门这个渔船吼，有的阁无在调入来。因为已经满，规个港拢已经满载啊吼，到尾啊咧，爱停一队，爱停去基丁港，那无基丁港，也搁伫屏东的新恒吼，咸埔啊，这个咸埔啊港，所以造成咱的渔民的出入的安全，而且搁造成船只要讨海掠鱼的无方便吼，所以伫只吼，咱的即马目前已经有向啊，这个咱的。哦，向中央哦，争取咱的外口海地延长啦吼。这条海地延长了后咧，后一个工课就是要做薄地拓宽啦。啊，你薄地拓宽也无做，咱的渔船永远就是伫遐遭受到咱的一寡遮的地方的困扰。当然，这个扩建哦，渔港的扩建哦，这嘛是一个重大工程啦。这个渔港要扩建哦，目前哦，甲咱的海洋局长也有商讨过吼，伫咱的这个外口啊，妈祖庙出里遐哦，遐都有一块天然腹地啦，迄块拿来做薄地，或者是做咱的拍卖码头，相信内底港区内底遮的渔船天虹地当改善足济。啊，是咪这个计划吼？因为正目前拄啊咧做黄埔堤的125米的延长计划，目前还没有这个薄地的这个扩建计划，是不是咱这扩建计划会当那来继续来申请？等到咱的延长工程、海堤延长工程做好，咱这个薄地嘛会当哦开始已经计划入案，才会当共同推动，较袂去有断层，较袂去有断层哩。哦，所以伫只吼，是不是请咱的啊陈市长针对这有一个延续性哦？啊，咱陈市长啊，甲中央哦。会当讲来重视这个问题，来做一个解决，请咱陈市长来答复。啊，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啊，多谢王议员哈、哦。中横渔港要个扩建哈、哦，就是讲要个开辟，差不多初步的估计哈、哦，差不多要6亿8千万啦。啊，这个部分最主要。咱这个渔舶，咱这个渔筏，这个都停泊这个渔港这，啊嘛是爱配合东黄埔堤，伊这个长堤，这个延长的工程完成，啊增加水域，啊这才有可能。啊，所以讲我的建议是安尼啦。啊，即摆我感觉行政院农委会伫今年的2月17日嘛同意，就是东黄埔堤延长的工程。吼、哦，分作三年，补助8千万来办理东黄埔堤遮，啊，遮先甲延长，吼、哦，啊，这个部分吼、哦，咱先完成这个后摆东黄埔堤甲延长了，吼、哦，安尼，让咱的渔港入船，啊，这个辟建后摆过这个渔港要阁扩大，啊，咱就阁继续甲中央争取，因为你这黄埔堤也无延长，啊，第二个辟建就不可能。咱先甲第一个勘站8千万，中央再来甲完成。啊，至于第二个勘站，咱阁同齐努力甲中央、行政院农委会吼，啊，咱再阁，我嘛希望阮的渔业局啊，甲咱即款的真迫切的需要，互因知影。
好、哦、啊，第一个抗战，我们先来努力来做。好，好、哦，谢谢哈。咱谈到啊，这个中文港吼，就是甲双尾港，这是一个连带啦吼，连带啦吼。啊，所以伫遮吼，双尾港吼，为什么未使停？未使停遐个主话，未使停遐白车？相信咱海洋局长啊，陈市长哦，啊副市长嘛，拢有去到双尾，嘛拢有去看过吼。咱双尾港就是以这个高屏溪啊。咱的高屏溪的出海口吼，高屏溪的出海口，即马目前看到这是双尾港区啊。这张相片是最近顶礼拜才拄啊翕的尔，吼、哦。啊，遮规个吼，这个航道，啊，咱的航道都拢塌到安尼，你看航道拢塌掉嘞。啊，进目前吼，咱海洋局嘛是烧香，有咧积极，有咧吼，把这个航道要来疏通啦。唔过吼。这个漂沙比咱的疏通的速度吼、哦，佫较紧啦。所以伫高屏溪出来口，哦，咱正看到的伫倒手边遮，就是高屏溪出来口。你高屏溪出来口来，确实要入港。这个所在做高塔，因为高屏溪迄个漂沙非常严重，哦，啊，所以讲伫遮吼，市民吼下当吼，咱来提出一个方案。咱的渔民朋友伫遐进出拢知，这个所在有漂沙，咱甲这个港嘴吼，这个港嘴甲封起来，以后帮为这个港嘴出入。港嘴要开闸，要开闸对，即马只有一支灯塔。这个灯塔这边只出哩吼，只这个防波堤只甲破堤吼，破堤也往出哩。这个方向拄啊，甲咱的中文渔港的方向相像。哦，那这样哦，这样以这个漂沙就不会。影响到整个港区里面的淤积，啊，无你看，即马塔加呢，遐个白鸭车唔敢倒来双尾港，拢停伫中文港。啊，即块你看，即块双尾港真无彩。哦，啊，遮哦，即张相片佫较详细。你看遮规个，遮拢塌掉的木怪啊！伊遮根本渔船啊，渔船啊，你个白鸭车变怎进出，都无法度进出。哦哦，伫即个问题，就凸显讲。咱的线尾港无法度，你看规个港区内底拢无半只牌啊！这边哦，只有停几只，迄是伫啊进前咧修理，开袂出去。倒啊，以后等候这港水拢好来开出去。甚至讲，伊若开出去了，伊嘛袂阁倒来线尾港，因为若阁开倒来，阁开袂出去，烧像阁放伫中文港。所以中文港是以后未来真正这个扩建计划啊，线尾港哪会当讲甲牌啊车要？啊！让伊倒来停线尾港，要安怎？就是谈拄仔咧讲的这张相片，来甲这个所在吼啊，来甲做一个吼啊，这个海堤，咱的这个出口哦，线尾鱼港的出口，才来甲开一个嘴，让伊位遮出去，安尼来就解决哦。所以相信伫遮吼，咱的海洋局长伊也拢有去现场看，是毋是这个问题哦？会当请海洋局长啊，王局长来做一个答复一个，局长。局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多谢王议员。我想这个山尾鱼港的这个部分，当初在管政府时代嘛，有做过评估，规个针对王议员所讲的这个港水，吼、哦，另外开口这个部分嘛，做过研究啊，规个这个经费差不多要7亿2000多万安尼，所以吧，7亿2000多万，没有那么多吧。进前是3亿多，那今嘛变7亿多呢？之前是可能是因为。过去在100年的时阵，我们海洋局才有邀请包含渔业署啦吼，包含成大，包含水利署相关的这单位来研究这个部分。所以讲这个部分，详细资料回后我会使给王议员再提供啦吼。啊，所以讲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继续来加中央加政府看卖安尼。好啊，局长，为什么这个港一定要去使用？因为近目前较早高雄管政委时代，这个港已经开到。啊，拢开甲足大，开甲足大，咱也伫遐囥伫遐有闲置，啊，变成蚊子港，安尼嘛唔好啦，哦，啊，当然就是讲要安怎哦，渔民朋友会当增加进出安全，就是爱甲这个港嘴解决，这个港嘴若无解决，永远嘛是无法度。虽然讲哦，啊，只有7亿外，唔过较早高雄县的时代啊，即卖现有的农业局长较早是做高雄县，迄阵啊，咱负责渔港的这个局长哦。迄阵伫本色个伫高雄关时代有提出吼，迄阵个计划是3亿外呢。吼、哦，咱迄阵啊，咱蔡富进局长咧做农业局的时阵吼，负责
啊，这个鱼港哦，伊迄阵的报告是三亿多，但即马变七亿多。我甲伊完报告，我即马睇就是讲，阮管区合并了后，一百年的时阵，都重新评估吗？重新阁规做一下规评估安尼，啊，评估出来的经费差不多爱七亿多安尼，嘿。安尼吼，是咪会当将咱的评估的经费，哦，评估的经费一寡明细，哦，啊来甲分析，来大家讨论一下，看真正爱遐侪钱吗？准啊，真正遐侪钱哦，咱即使这个鱼港，哦，鱼港也无甲处理，这个鱼港就等于废港啊，废港啊，安尼造成所有线尾渔民哦，伊家的啊，伊家嘛是正对因来讲哦，是一个侮辱啦吼，所以是咪会当吼，咱呐会后来甲遐个一挂议题来讨论，啊，看要安怎来协助吼，和这个鱼港刷紧来完成啦。哦，好，谢谢。所以讲啊，那会当讲，请咱陈市长吼来重视这个问题啦吼。这个港吼，这个港从较早高雄关的时代开辟到今嘛吼，会当讲投入甚至吼好几百亿啦。当然啦，无做无解完成，予伊使用哦。等于咱甲几啊百亿个诶，即个鱼港放伫遮，放伫遐咧哦，闲置咧变期望，安尼嘛是哦。对咱高雄市来讲哦，嘛是交代袂即过。所以会当哦，那甲即个港来完成，相信咱线尾是甲石化工业区上近的，会当予咱渔民朋友进出会当安全，袂担心，搁予伊鱼个满载。尤其当年哦。当年这个咱的这个鳗鱼季啊，鳗鱼苗吼、哦，拢是高屏溪的出海口，所以整个高屏溪出海口拢是咱的白鸭车底下的鲁膜啊，所以直接吼啊，本色来啊，要请咱陈市长吼、哦、来把这个问题重视吼、哦，把这来尽速来向中央争取吼、哦，这个啊七亿的工程吼、哦。咱会当逐年吼、哦、来甲完成吼、哦，这点是咪请咱陈市长那来甲咱答复一下。哎，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多谢王议员吼、哦。对咱这个线尾鱼港啊，因为拄伫高屏溪出口这个议题，我甲海洋局拢有真深入的了解吼、哦。啊，当然你也要搁另辟新的港口甲航道，这个改变方向。啊，拄只王议员来了解，吼、哦，差不多这个经费啊，差不多七亿多啊，吼、哦、啊，中央以这个部分吼、哦，七亿多真悬的经费，啊，要哪嫌中营，咱的线尾鱼港啊，甲中营鱼港啊，这是不是会当做连同齐整体来考量？对，吼、哦、啊，这个部分我会跟海洋局找咱的农委会，吼、哦，我们的曹曲宏曹主委。哦，这个部分说，如果整体来，哦，都、就是咱的迄个宜华这个部分、白海部分，啊，过咱的中引宜港，啊，同齐这个部分，请求中央在这个部分来协助我们，哦，啊，但是如果说像沙威鱼港，伊这个淤沙，哦，迄、那个沙这么严重，哦，咱投入要更加多，哦，嘛是有当时，哦，坦白讲，哦，这就是无底洞。那国家在财政有限的状况之下，吼，啊，咱都来用一个最科学的根据、最好的方式，看是中分鱼港遐，啊，吼，咱只白啊，有当时是毋是用安怎做一个整合？吼，无你即摆只搁投入七亿外，我是感觉中央在这个部分可能不会补助啊。但是如果跟中引鱼港，吼，甲这个部分啊，我来，吼，努力来争取啦，吼，谢谢，谢谢哈。啊，所以当初啊，陈市长啊，讲到重点啦，这两个港要一并来讨论，不是干那讨论单一个，因为你讨论单一个渔港，这个渔港等于无法度停航。啊，哪会当停航？当初啊，市长咧讲到讲漂沙，漂沙是为现有的港水入来，你若遮塌的吼，为遮加开撇出去，伊这个漂沙，伊的潮汐吼，伊就袂讲造成这边搁在淤积啊。哦，这是另外一个改变的方式。无咱当年哦，当年直接抽沙啦，当年当哦投入的几啊千万的经费直接抽沙，嘛是造成十年、二十年，嘛是搁无法度解决这个鱼缸。所以呐，呢一劳永逸来把这个缸水顶重新开辟，避免伊的淤沙搁再回积加回流入来，安尼来就会当改善。哦，啊，相信咱陈市长他们拄啊，啊，加咱的王局长哈，他们拄啊针对这个工作。
来咧讲吼，咱会当吼尽速吼来甲咱相关单位中央吼，咱的农委会来看变怎争取这个经费吼。咱即马来看联盟的这个中油啦吼，这中油吼真正中油伊为这个吼，咱家吼，咱即目前啦。甲中油这几年来造成这个公安甲环保污染的吼、哦，这个环保污染的事件，本身拢吼，甲写甲足详细吼，一五一十拢出来吼、哦。你看，当年啦，无一年无发生事故的。那看到这张表吼，咱就知影讲，大地人民居民吼，因的愤怒甲因的抗议啦。你看，为人民事件。来到105年，吼、哦，来105年哦，拄啊开始尔呢，即卖已经几件，已经六件，吼、哦，105年已经六件，啊，这几乎吼，当年拢有，啊，今年较几个月，今年较5月尔，5月30号嘛，还袂到6月1号，已经遐侪件，啊，这就这样，这就表示讲，中油的一挂设备，中油的一挂这的啊，伊的新三清哦。伊是咧讲新三清啊，本身嘛咧作怀疑，当初是咱市政府准伊的这个哦，这个工厂的许可，啊来，搁再准伊吼、哦，会当正式来生产吼、哦，啊，即个许可吼、哦，是咪伊迄套系统有问题啊？无当一再咧跳啊，伊迄套系统是为1802年就完成，就向市政府来申请运转许可，哦，一直到。啊，105年修连线，无一年无欠点的，无一年无有缺失的，当年都拢有中油。所以讲，伫遮吼啊，本色啊，要来啊，拜托咱的陈市长啦吼。咱即马伫南阿坑后硬吼，后硬已经伫105年已经结束。伫遮吼，阮人民人会当等啊，阮人民人会当等，搁等20年嘛。咱爱那定一个落日条款。比较中油的后硬，伊105年已经结束啊。为什么联盟是为民国76年开始哦？开始一直到今啊，已经几年啊？嘛是30年左右啊。结果咧，拢阿未。你若讲伊是拢哦，伊的公安环保拢无发生，我嘛是希望讲哦，会当发带动台湾的经济。和中油甲其他的下游拢伫联盟来发展，我嘛希望安尼。唔过吼，一而再，再而三，你看，干那只算算的，只全部加起来要几百件的，哦，啊，这造成哦，这种空污哦，长期下来，本身嘛要求卫生局做一轮报告吼，伊那有加报告，加咱的癌症哦，空污、空气污染造成哦，咱的百姓、附近居民这些癌症。啊，是即个重大伤病吼，即、哦、个一寡即个特殊的病症拢列出来吼、哦，真正会当讲人们的比例吼、哦，拢是前三名吼、哦。啊，所以伫遮是咪会当来甲中油吼、哦，啊来甲限制一个20年条款、落日条款定咧。中油你时间到，你就是完成填厂。吼、哦，即摆咱政府也咧推这个石化专区啊。啊！你石化专区，伊也是用上新的环保法令来做石化专区，是咪会当哦？和中油来成立石化专区，不要在整个林园地区造成哦，一日干在公安甲环安的事故。哦，这哦，这是咱今年度吼、哦、1月29号哦，这1月29号哦，这支燃烧塔新三清燃烧塔又搁发生哦事故，1月29号。今嘛来1月30号又来了哦，1月30。今嘛来2月23号，2月23号，3月8号哦，3月8号，3月31号，这场哦，这就是噪音呐、啊。伊这哦，就是伊迄个新三轻哦，一套楼啊吼，安全阀跳脱噪音，迄年哦，环保局来甲签哦。85分贝，吼、哦，85分贝呢？迄真正附近的居民听到迄85分贝，迄是无法度伫遐徛呢。迄徛久哦，迄真正造成咱的身心疲惫，而且受到哦这个噪音的污染哦非常严重。拄啊，
这个八十五分贝环保局切出来吼，都要分析啊，底下所有这些居民底下抗议啦吼，所以讲造成吼，这些百姓啊，不管讲哦，空污也好，噪音也好，污染足严重。这是五月十三号，就是最近这一次五月十三号哦，都要你看，这都要烧连耍烧尾点偌钟啦，一个多小时。啊，这虽然讲哦，咱环保局有甲开罚。环保局开罚100万也好，上悬的嘛哦，100万。啊，不过罚法的嘞，问题敢会改善？哪会改善哦？哪会改善？伫遮就改善啊！哪会改善？伫头啊啊，遮的事故遮就改善啊！袂安尼，逐年拢发生啦，一而再，再而三，来到105年，佫继续啊！哦，所以讲伫遮是咪会当哦，请咱啊，陈市长哦啊，替咱人民人哦来主持一个公道。是咪？咱来甲中央工业局来比较，伊早是侯伯村做行政院长，落来甲后面甲中油直接来定这个25年的落日条款。是咪？咱人民哦，那会当借着咱陈市长哦，就林权啊，林权院长啊，甲咱的所有工业局的单位来要求中油，看是定一个20年来完成迁厂。这点是不是咱请咱陈市长来做一个答复？哎，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啊，多谢王议员吼。我对中油哦，伫咱今年甲单位去吼，伫咱临衡地区啊，不但发生公安的事故啊，阮有甲经济部表示过度的不满。经济部长来甲高雄。啊，咱有甲咱高雄发生石化气爆以来，问一遍咱中油发生的公安的事件，什么日期发生什么，60几遍，每一份的资料啊，阮有一个亲自交给经济部李部长，希望中油和罗西加好案。如果这样哦，不仅是咱临衡高雄的乡亲，大家不满。大家已经受不了，我希望他非常严肃面对这个问题。啊，至于讲咱王议员讲是毋是咱中油、任何中油来比较咱后面定落日条款，啊，这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意见。但是我伫遮甲王议员讲，石化产业伫咱高雄，伊的产值差不多1条外，吼，就业的人口差不多15000个以上。哦，伫临衡地区，啊，石化到底讲石化业要让它高质化，啊，要让它有一个更加高的环保的标准，石化业要何去何从？到底咱的国家是不是需要石化业？啊，是需要石化业，你变哪面对高雄？啊，这个部分我感觉环保的问题、公安的问题，啊，这拢是足严肃，这一定要去面对甲处理。啊，高雄嘛是咱高雄去咱的所有未来产业的升级，吼、哦、啊，后摆到底吼、哦、规个绿色材料循环啊，我们石化业要高质化的方向等等，我认为新的经济部啊，这个部分未来也要提出中长期的计划，哎，来跟咱讨论，吼、哦、啊，我感觉讲王议员讲的这个方向。要不要说将来林前院长来跟我们，跟咱中那个咱临衡的乡亲啊，有这个承诺啥的啊？这个部分，我想今天王议员的质询，我想这个部分是凸显这个问题啊。我感觉临衡的乡亲吼，好不容易才从后面这个部分可以做足济更新啊，更新以后在公安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善，我们非常不满意啊！所以工作的部分，我会把这个意见，哦，在这个部分会跟经济部来讨论啊。我感觉经济部面对环保的问题、公安的问题，应该要给咱高雄有一个清楚的方向甲交代，或者讲安尼，中油你后摆要安怎？哦，啊，所以讲，我想这个部分环保的问题。公安的问题，我们会跟黄岩一样，站在咱临衡乡亲的立场，咱继续伫遮
表达咱的不满，要求经济部爱有一个中短中长期，要安怎来改善，啊，让咱临门人放心。谢谢。所以本世界要求讲哦，咱这个二十年若无加，定这个二十年的弱智条款，伊中油也好，伊永远都袂改善啊。这若甲定了吼，伊就乖乖啊哦，就不管公安也好，反安也好，都讲做甲做好势。哦，所以伫遮吼，啊，请咱陈市长哦，针对这方面哦，会当来努力啦。希望哦，咱这个啊，会当讲来甲二十年呢，诶，这个弱智条款来定啦吼。啊，阮嘛愿意等。吼、哦，啊，即马政府一直咧推广哦，啊，这个石化专区啦，哦，啊，是讲石化的这个哦，咱较早重污染的，当讲来做一个转型嘛。啊，所以讲这当伫这边啊，这边的转型里面。来给他考虑嘛，哦，我嘛无希望讲重污染，教阮已经三十年啊，搁对阮以后阮的后生、阮的祖囝、阮的孙啊，永远就是伫只生活非常空闲，哦，这个环境吼、哦，那伫只请陈市长来努力啦吼、哦。啊，咱高雄捷运哦，伫只我也要请问咱的这个高雄咱捷运局的局长吼、哦，伫只吼啊，伫咱的赖立伟吼。啊，戴立伟也有讲向交通部吼、哦，这是《自由时报》，《自由时报》伫五月十九号刊登吼、哦。啊，戴立伟也向交通部清楚吼、哦，这个420万的这个规划啊规划吼，他们都啊，咱的捷运局也有加交通部这个函吼、哦，正式就是有420万哦，这个交通部补助。啊，咱起付本身80万，唔过伊是要规划到底，要规划到凤鼻头。凤鼻头就是规划到凤鼻头，你们个差偌济，个差公里外尔，剩下一公里多，结果15公里做14公里，这一公里啊，本身嘛感觉讲足奇怪。啊，那安尼是咪？我要请问咱的局长吼、哦，咱的规划是要规划，要先前规划是到凤鼻头，还要到林园？哎，一个局长呢？哎，局长，请答我。感谢主席，感谢王议员哦。有关的迄、那个咱的临门到小港这条吼，啊，这条咱已经是纳入咱的高雄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的整体路网规划内底拢纳入去啊。啊，所以未来要新建，就是这条线规条爱新建。啊，咱现在问题就出自讲，因为咱的自偿率伤低，自偿率伤低吼，中央无法度补助。啊，所以即马吼，咱迄个赖瑞荣赖立伟已经有帮咱争取420万，迄、那个小港到凤鼻头。另外就是讲是迄个五。咱这个5月27，林代化林立伟，伊毛甲邀请迄个国发会交通部，啊，伊毛要求讲吼，要求阮一个月来啊，甲迄个中央申请吼，然后规线就是为小港，然后到林门这规线这线，啊，一个月来提出申请规划这段，啊，所以阮的就车吼，迄、那个咱小港甲林门是专线，啊，来甲迄、那个伊的可行性的部分吼，自偿率的部分爱改提高，啊，咱靠活动申请到中央补助。所以局长，就是这边赖立伟清楚的是到凤鼻头嘛吼，啊未来若到林门这专线，是咪咱这边的规划啊？后续这一段哦，凤鼻头到林园这一段也一并把它做一个这个规划，然后呈报交通部的单位。是，因为阮的配合迄个林代化林立伟5月27伊要求清楚的这段吼，啊规线全部，阮一个月来啊针对这吼，啊您报未？啊，中央申请。您敢报啊？报交通部未？因为伊是5月27吼，较开会吼，啊，所以阮咧6月27已经甲交通部申请。好，哦，伫遮吼，啊，本色啊要求咱捷运局吼，伊这是这个是整个路段哦，到林门这是算这段红山线呢的一个末端，未使讲哦，拄啊规划到凤鼻头，啊，若规划到凤鼻头，徛伫咱市政府，相信陈市长伊也袂应准安尼啦，哦，要做无咧？不咧讲哦，啊，都做到家，啊，以后呐，凤鼻头要到临门，咱个去重新争取，嘛不可能嘛吼。好来，请坐啦，局长。啊，最后吼，因为时间的问题，咱针对凤鼻头这个啊国定遗址吼，啊，相信咱文化局吼，伫上一个会期，咱也有讲过吼。即嘛凤鼻头这搭，哦，这搭目前就是卡到土地征收啦吼，土地征收，所以吼，啊，是咪咱文化局会当吼？啊，尽速啦吼，过来争取吼，啊，即马会当来甲土地征收的部分吼、哦，来努力吼、哦。你若土地征收这个范围
哦，大概将近九点多公顷嘛。这个起来，咱靠我多把这个遗址公园朝向遗址公园，土地没征收，永远都没机会。好、哦啊，所以伫家吼，是咪请咱的文化局、咱的史局长、纪隆民吼、哦、来做一个答复，啊，来努力一个来，局长。哎，局长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网友的关心。每次网友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整个国定古迹的这个划设都已经完成。那这个我们提报内政部都记的保存区也确认啊、哦。那事实上，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资料，我们这几年来文化部陆续补助的调查研究再利用计划也达到四五个案子，将近1000万了啊、哦。那目前也正在执行这个文化部的这个水利的这个委托案。所以我想基本上就剩最后的这个土地征收，我想我们会再继续来努力。谢谢。好，执行完毕，休息10分钟。